十多年了，我们就不断的研究开发，将宝特瓶做成了世界品牌所要的织品。一件产品的完成啊，一定要在最源头的最源头，一定要很干净。这个东西给全球的大品牌，他们能够认同，因为我们台湾的宝特瓶做出来这个产品是晶莹剔透。我的客人白天可以穿去运动，晚上可以穿着睡觉。不同东西有不同的标准跟看法，那我们把它融合起来，做出两极化不同的东西出来，把两种极端的标准整合在一起，这个是我们用心的成果。